着小爱表可爱，见到都想养啦。但你可能唔知道佢哋嘅繁殖能力有几强悍。英国女子梅森几年前由公司同事嗰度接手咗六只天竺鼠，对于对方表示佢哋全部都系雌鼠，梅森深信不疑。估唔到带翻屋企养咗冇几耐，就发现雌鼠都有咗 BB。梅森嗱嗱声带天竺鼠去俾兽医检查，先发现有一只雄性天竺鼠伪装成雌鼠混咗入嚟，而且六只天竺鼠统统都冇结扎噶。雌鼠一年内狂生总共88只小天竺鼠，逼满梅森成个屋企，佢真系超崩溃，想当场晕咗啊！不过善良嘅梅森心谂，咁多只天竺鼠都系生命嚟嘅啫，唔忍心弃养，都唔忍心送俾人哋养，索性就辞职喺屋企，成为全职天竺鼠保姆。梅森同丈夫每日负责照顾呢啲天竺鼠嘅生活起居，又喺社交平台分享屋企有88只天竺鼠嘅欢乐日常，吸引超过130,000人追踪，以及有网友爱心捐款，一年嘅收入可以达到40,000英镑，即系约等于380,000港纸。虽然睇落赚咗好多，但88只天竺鼠需要进食、定期检查或者睇医生，但系买饲料每年就要花费7,000英镑，睇兽医嘅医药费用有时候都会高达20,000英镑。梅森间唔中都会入不敷出，但佢对呢80几只小动物充满感情，会照顾到佢哋终老。天竺鼠学名豚鼠，因为聪明活泼又温顺，因此被唔少人当做动物饲养。不过喺原产地南美洲，就被视为餐台上面嘅美味食物。雌鼠出生约1个月之后，就能够繁衍后代，可以长年生育，每年可产6胎，平均每胎产4至8只，一生下来就能够采食活动，繁殖能力相当惊人。